京剧走遍世界各地，成为介绍传播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重要媒介。锁麟囊是四大名旦之一的程派创始人程砚秋先生的代表作，内容源于剧书中的一个小故事，讲述了一个善良的富家小姐在富贵无常的人世中，如何因当年的仗义助人而得报恩和救助的感人